觉得控制的挺好的呀，所以我们才出来玩。以前肯定很严重啊，以前都不敢出门，现在那个确诊的病例也没那么多了，然后基本上都是境外输入的嘛。就觉得好久没有出来，就空气很新鲜哈，觉得在房间里待久了空气不太好吧，然后看到大家这么多孩子们好像心情也蛮好的，但是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小心吧。中国的对这个控制很严的。你觉得外面比家里里面好不好？好。是吗？在北京的话，没什么变化，就是管的一直是很严的。全国各地好多都没有新增，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，相信很快结束。